沙沙的落叶在飞舞，阳光亲密一整个下午，轻快的脚步，夕阳追逐在另一条路。男孩们单车突然停住，路过女生身边先耍酷，想眼神交互，却总是被他翻白眼辜负。讲不清楚，不自觉的就哭，爱情诀窍记在那一本书，什么样的浪漫表白才不觉唐突，真爱要该在哪里植入，好糊涂却又感到幸福，爱情故事靠成长去领悟。那天我们大雪纷飞去校对视一幕，多年以后你是否依然还记得住。东北拥有15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，距离上海1700公里，乘飞机需要2小时20分钟，冬季局部气温达-10度。听说那是个神奇的地方，那里的人一周只洗一次澡，一次却能在澡堂里待一整天。虽然处在寒冷地带，东北人却对生活有着热烈的表达方式，比如东北人的待客之道就经常用力过猛，不仅是态度上，力道上也一样。听说老子、孔子、孙子在历史上流芳百世，而在东北真正长情的只有铁子。我爸妈曾经相知相爱，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，东北到底是什么样子？王家卫说，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，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，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女朋友。同学，要锅不？不要不要。别走，我这啥都有，不看看吗？啊，搓澡巾，擦脸油，要不？喂。哎，搁哪儿呢？我咋看不见你呢？待会儿给你打过去吧。
谢谢。不客气。新生啊，哎呀，经管呐，学弟呀，你看啊，那边老挤了，是不是？你呀要先填这个表，不然啊挤了也是白挤。那你得先把表还我，我才能填。哦。都搁这儿了，收好。这么快？我那边有人。谢谢。走吧。去哪？送你回宿舍啊。我自己来吧，不重。没事儿，老远了，送你吧。学姐。嗨，叫我多姐就行。上海来的，嗯，咱们学校上海人可不多啊，有什么事儿以后都可以找我啊。那边是澡堂、食堂，然后小超市，这边是生活服务区，后边篮球场，前面有一教、二教、阶梯教室、图书馆。就搁这儿吧，南琴我进不去，你自己进去吧。谢谢，辛苦了。哎，不客气，帅哥，忘扫微信了。来啊。哦。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帅哥，得你扫我才行。二十，就你这样的呀，市场价那得五十。我看今天是第一单，给你打个折。不要太感谢我哦，再见。笑多多营业项目，烧烤外卖，跑腿代购。张多多，你干啥？我，我关一下，我会回来拿的，谢谢你啊。啊。他收你钱了。他要找你要的话，让他上团委找我。哦。哎，老师，我行李箱。哎呀，苏好。苏苏好。来，尝尝咱哈尔滨红肠，铁岭鹿寒，有点意思啊。那我就是哈市黄子韬。谢谢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宝宝就要在东北开播喽。现在让我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室友。来，宝宝们喊叔叔哈。嘿嘿，哎，这是啥？没啥没啥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有那种爱好啊。
个招呼。不是你这整半天整了个寂寞呀，也没人看呢。你不懂，那直播都是要一直播才能圈粉嘛。瞅你那损色儿，也圈不了多少粉。损色？损色是啥子？没事，夸你呢啊，夸你呢。哦。今天开学，大家刚认识，军训完我安排大家伙吃火锅啊。要得。我的东北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哎呀，倩，嗯，你帮我搬一点呗，回头我请你吃饭。你干啥？卖水去。啊，这不大一军训的吗？刚刚涂好。啊，没事，那我自己搬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拉倒吧你，这几个水能卖几个钱？再说了啊，你没有那小破推车，你就是能搬到楼下，也搬不到操场去。哎，这杨医生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的，我得去一趟男人宿舍，必须把我那推车要回，还有那些货呢。哎，小哥哥，一会儿帮我搓个背呗，完了我再帮你搓搓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会。哦，南方来的吧？没事，一会儿我帮你搓，保证你舒舒服服。不用了。来，四川的火锅。来。香啊，巴适。哎，医生，咱们锅刚开，整点儿。子安，我在食堂吃过了。人没准吃不惯咱这油子胡辣味儿。哎，老二，你给我调油碟呗。要得。嗯，真饿了。饿到。来。四川的油碟太香了，尝一下。嗯，
是你，五货呢？是你，五。哎，刚才还搁这儿呢，这一溜烟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嘘。哎呦妈呀，这咋整的呀？这一地水呀！哎，谁搁里头呢？出来，给我玩水漫金山呢？啊，不开门是吧？哎呦我去！你俩这整的哪一出啊？这是啊！赶紧穿上，你给我出来！啊、不是不是，误会，出来，误会了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家伙，这一箭双雕啊！这逮着个闯男寝的，还逮着个洗鸳鸯浴的，小瘪犊子，花样还不少！赶紧回宿舍把衣服给我穿上，我一会儿找你算账。这啥味儿啊？这是？哎，阿姨，你闯男寝不好吧？啥不好啊？啊，给我起开！哎哎，你给我回来！给我起开！304，开门！你们寝室这是要上天呐？赶紧把火给我关了！这家伙，这牛肉、鱼肉、羊肉，这鸡肉的啊，你们倒挺全乎啊！哎，你们开个饭店得了呗！啊，阿姨，阿姨，什么阿姨？姐，俺们几个大一新生，刚来不懂规矩，再给次机会。就是，机会，给什么机会？我给你们个机会，你们能把这房子给我点了，把这都给我收拾了，给我送办公室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外面放水，这里头点火。你说你们这几个瘪犊子啊，一个比一个能出幺蛾子。你们几个把厕所全都收拾了。对，你们明天全给我上保卫室写检查。好嘞，姐，我们知错了，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，记着啊。不过你咋想的呀？你搁这抽啥早啊？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呀，别打架嘛！没想打架，就想问问他，搁这冲澡算咋回事？哦，你们笑啥？害羞呗，肯定是不习惯咱们东北澡堂呗。不是一大老爷们有啥害羞的？都是都是，据说东北的澡堂子巴适得很呐、啊。哎，老三。要不咱一块儿去，带你体验一下。要得要得，嘿，走。我给他搓搓。我觉得是不好吧。行，我给他搓个吧。去。来，老三，我给你搓搓。来。哦，不用了。不搓啊？你不会18年都没搓过吧？走。哎呀妈，那得多埋汰呀！来来，咱给他搓搓。来。啊啊啊！来吧，小宝贝。一二三，走。来啊，今天让你体验人生第一次。哎呀，哎妈，怎么搓不下来呢？搓不下来咱就别搓了。那哪行，使劲搓搓。咋回事？怎么一点都没有啊？那要不我们把他带到搓澡师傅那边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搓澡师傅搓得干净。摇人。
在咱大东北，搓澡那可是待客的最高礼，今儿个就让你好好享受享受。开讲。东北搓澡讲究四个步骤：拍、摸、揉搓。拍呢，就是唤醒肌肤活力，与泥垢打个招呼；摸，抚摸肉感，与皮肤建立信任；揉，相互交融，打成一片。在搓澡的过程中，佐料是灵魂的存在，奶、盐、醋、酒作为硬核搓泥神器，这是咱东北祖传秘方，世界领先技术。要不你来？你来。不，走，眼睛。最后，也就是最关键的，就是搓，保准让你和污秽同归于尽，连根拔起。趁夏天已过去，才发现身边已没有你，那一片一片飘落的回忆都关于你。可能我需要过完这个冬季，才能把你埋葬在心里。怎么感情就像一阵雨，热烈很快过去，我看着爱情消失的那一瞬间，有灰色彩虹挂在天边，你的敷衍乌云一片，乘着风把我的幸福消失的那一瞬间，有灰色彩虹挂在天边，再多的抱歉也换不回我曾经的笑。